来了，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号称高雄最长的东西。哎呦，跟他决斗，跟他决斗，来，老板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听说你们这边是最长，最长，是老板吗？不可以讲吗？不行，看你啊，我们也没看过啊，最长是最长几公分？多长？好，可以看吗？最长都是香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哎，是真的蛮长的，所以你们这个就等于是德式这样的拿下去炸这样子是吗？德式这样就是外面的人皮会特别的脆，嗯，你咬破之后它居然里面是有肉汁哎，烟熏味也很香哎。你们听说还有一种更特别的炸物叫炸蛋饼皮啊？我觉得这样子，我看外形比较像大肠头拿去炸，只是颜色比较浅一点。它就是有点做的像千层酥那样，因为它就是一层把它这样弄起来之后，再剪断下去炸，所以里面的时候还是有那种我看像面团的那种感觉。鸡排好大一个哦，超级厚的鸡排哎。我的粉很小，它其实是鸡排的原型比较多哎。我没有要我进食，干嘛？我手对我手是像那刚好像那个什么柴犬还是什么东西。好吃哎，而且还是吃很多，咯咯咯咯，而且老板感觉他的腌料，特别是抓腌过，他外面的炸粉也不厚，但也很明显吃得出来他抓腌的那个咸香味。哦，欢迎，爽，棒。我个人是觉得我们要吃炸物还是要吃的健康，没错，所以我选了炸蔬菜。我要吃这个。我之前在夜市啊，常常会看到那种炸杏鲍菇啊、金针菇啊，然后之前我去吃过，我的阴影非常重。哎，我就这样子吃，我发现奇怪，到底我的金针菇在哪里？他们有一个技巧，就只有面衣炸成金针菇的样子，但里面的金针菇已经不见了。然后我那吃的全部都是所以都是面衣。所以我就觉得炸鸡是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在这边你看真材实料，全部都是真的。哇，好香哦！金针菇炸完就是有个特殊的香味。我这次是炸南瓜哎，好好吃哦，外皮脆，里面是软的，胖，我有种要吃糖葫芦的感觉。哦，外面嫩嫩的。炸蔬菜最怕就是放油或者是对。它那个吸油会非常厉害，所以油温要很高，炸起来就会特别好爽。就是这个啦，今天也见证到了高雄号称最长，是呀，没错，你心服口服了吧？它那么长，福报。黄色小鸭就是跟着潮流走，对，现在我就带你们来跟着潮流一起。网友号称高雄最好吃的串串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是串串？串串就是把食材用竹签一串一串一串串下去，你会以为它是麻辣火锅，但它其实不是。哎呦，对。它叫串串，应该是算是大陆那边的美食这样子。这是这个，而且还有和牛吃到饱。是啊，对啊，走吧，呱呱。爱吃冰的朋友，他要来挑战了，好不好？香草口味双擎，来看看你到底多会弄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要转陀哟！哎，好像哎有那个样子哎哦，哎，是呀。我走啥？两个汤，一个是重庆麻辣，一个是酸菜白肉。酸菜白漂亮，然后再串串就是主要就是这些，你看肉这样串起来的很特别，就是好吃。还有一些，你要不要先吃看看？要等一下熟人吃。导游，你倒是，哎呦，都是挺清醒的，哎呦。但是很特别，就是你看在串串这边，他们的肉啊就会包一些像香菜啊、葱段这样子啊，还有包水莲的。哦，包水莲哦，讲求口感，来下。哇，超棒的！哎，你看这里面好多辣椒哦，看起来很棒，有没有？对呀，爽，而且还有锅底，还有麻辣鸭血跟那个豆腐，而且有不同的价位，你知道吗？可以选择，这边还可以有这种和牛吃到饱，哎呦，我觉得
觉得今天有财富自由的感觉，真的串串自由。我们有人在管，还是有人在管？有吗？在哪里？有吗？在这边呢。没看到人。来，应该有。我是牛肉，然后包那个水莲，好吃吗？再煮一下。到底好辣哦，好像一秒钟到了重庆，真的是重庆吗？会油特别多，牛油嘛，在满满的在上面，这个辣很屌哎，对啊，这个辣真的很辣，辣对不对？呛，哇，在嚣张啊，满脸通红，血压要快点，嘿，给过吗？这个辣很爽哎，真的过瘾哦，过，那我来试试看一个这个包香菜的，哇。太充足了，香菜只有包，好像就纸片而已，真的纸个梗而已。但吃下去，它在里面，我不夸张，那个香菜味道，砰，香菜核弹的感觉。那我，我喜欢哎，香菜控的朋友吃这个就对了。吃这个肉，一个人夹一大片来吃一下。这算和牛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它的和牛。你这肉片算很大哎，很好吃哦，油脂分布的非常的好，我觉得下去五秒钟就可以上来了。哎呦，带点粉红粉红的，好吃。和牛可以吃到饱吗？来吃一盘，谢谢。真好吃哦，很好吃哦。因为它不是全部都是油花，所以你会觉得它不腻。对，可以一直往下吃。瘦肉的地方咬起来就是还是 Q， 但油脂就是那种和牛自己的甜。所以在上来的时候，因为它的辣油是满满的，就会扒在这个肉的上面，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就有它那种椒麻的香味。来，它这边还有这个，还有小龙虾。小龙虾就是一般在大陆啊，小龙虾就是对要配酒哦。对，比如说收了工。宵夜就是吃这個，然后就开始啊，不停不停吸这样子。但是我其实对小龙虾我不是很了解，就是我一直觉得它的肉没有那么多啊。它不多啊，就是在吃那个吸那可能的吸那快感，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螺肉是一样的。哦，素汤。对。然后整个云子回味那样子。对。试试看哦，试试看小，哇，你也是算会挑啊，挑了个最肥的。哎，有被满足到哎。那个出来吃这种，一定要带一个人帮你吃，太棒了！太贤惠了，太贤惠了。新哥，不知道。啊，不啊，对不对？一大块。要吸手指头。啊，对。哦。哦，应该就是，它的那个虾子味道啊，辣油是裹在壳外面的，所以在吃的时候，反而这样吸一口，吸一口，那辣度刚刚好，肉小小的，但是那个麻的程度就会让你大开胃，一直吃。嗯。他这个人哦，就是会找高单价的吃啊，毛起来狂吃和牛哎，听到我的眼睛都亮了。来，你的，好好吃哦 ，very good 啦。我有一种大口吃肉、大口喝酒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就是跟着潮流走，对，有没有？呱呱呱！然后来到这边，你想要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加价还有和牛吃到饱，在家你就无限的畅饮，完全踩点成功，而且也验证了高雄他们号称最好吃的串串，舒服。